谢谢今天你陪我走这段路，以后还有很多路，希望你能陪我一起走下去。当年因为玉山让我们相识相爱，到现在走入婚姻，本来去年就要办的婚宴也因为疫情拖到了今天。老婆，没关系，幸福是不会迟到的，相信有你的陪伴，往后人生的路途我们都不孤单。先吃啊，吃完哦。两个喽。这就是我感动到哭。哎呦，娶个老婆，我会计时的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可以。摄影师 OK 吧？可以。谢谢爸爸妈妈，我知道我脾气很差，常常跟你们吵架生气。今天我要嫁人了，所以请你们不用担心。爸爸妈妈，那以后我会好好的照顾他，不会让你们担心。那请你们放心，把他交给我。祝你幸福快乐。今天的特别的日子，请爸爸再给我们婴孩一个拥抱好吗？那么也请妈妈给婴孩一个拥抱好吗？也谢谢爸爸。拳头以及遗憾请尝。请问呢，遗憾最爱的宝贝叫什么名字？你们都知道哈、哦。好 ，OK。他们幸福戒指即将要由他心爱的宝贝要帮他们送进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谢谢今天你跟我走这段路，以后还有很多路，希望你能陪我一起走下去。非常感谢。所以各位嘉宾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注入香槟塔。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新人二次进场。168，80，80到168，100，八十。
十到一百。其中有一方，只要气球破掉就是中奖了哦。来，好 ，OK， 我们也一起拍个照。感谢各地的亲友翻山越岭过来台南见证我们幸福的时刻，谢谢我最爱的你们一起来见证我们幸福的婚礼。今天终于可以大声告诉大家，我们结婚了，我们结婚了。Think I learned my lesson the first time. You told your first lie, sitting in the parking lot and your car getting hot. When she texted you a message saying she had a good time. Your friends are-